什么时候要走上面，就是这个防守的重心非常低，而且非常的靠近，所以我就可以接到球的情况下，从他的手的上面，重心很低很靠近的情况下，我就可以从上面去过，这个时候就不会再去滑，对，或者是我也现在防守重心还是高的，我就可以把他重心放低，让他跟着球走起来，我就可以走上面。哇根本你都还用不到这个，我就被你过了。有，其实我已经用了啊，已经用了。对你的防守，所以我刚是做了一个一二哦，对，三，我是做了一个圆、两个圆、三个圆，只是节奏不一样，所以我会变成接到球，一二三。1, 2,